这个梅花呀，其实我开始是不能确定它是冬梅还是春梅。果然它冬天是没有开，而是呢春天开了。早一段时间我拍了张照片给大家看，但是有人说这是樱花，樱花。啊，现在呢桃花呀已经啊开了好多天啊，樱花这个梅花谢了以后呢是这个桃花，菊桃已经开了很多天，现在实际上桃花看起来已经不是那么的啊鲜艳了啊。但是呢这个桃花你别看开这么多啊，它实际上能够生长出来的桃子很少，主要的原因是我估计可能是两种。第一种是动物太多啊，刚刚一开始结的果实呢动物就忍不住的把它吃了。第二个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排斥它，所以这个桃子啊生长出来的是又小又很难吃。但是是因为是自己啊摘的这个桃子，所以再难吃每一年我怎样试一下，还是感觉到那个又苦又酸的味道啊，有一点特别的感觉。怎么样，我们生活在市区中，人类从来没有过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，我们依然看到太阳，我们依旧看到星星，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，我们对生命更珍惜。告诉我吧，你在烧什么菜，你在跳什么舞，你在唱什么歌，还是你与亲友倾心，还是你在感悟人生，展现你的手艺，展现你的才华，展现你的爱心，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同心之人，传给五百年后的新人类，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。大家电视台，大家一同宅家乐，征集对生活的热爱，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。#Hashtag Stay Home #Hashtag With Me， 大家一起宅家乐，期待你的作品，详情请咨询屏幕上的邮箱地址。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？ #Hashtag Stay Home #Hashtag With Me，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，比如厨艺、健身、歌唱、影评都是可以的。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，还是视频制作高手，都欢迎哦。狗狗出镜也欢迎哦。第二步呢，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，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。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，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，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，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，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。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，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。还有狗狗。然后呢，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评选每周、每月、每季还有总冠军的 TOP 榜单哦。有问题别迟疑，上传节目接收邮箱，同时也做答疑使用，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#Hashtag Stay Home， 我们一起宅家乐。Stay Home With Me， 我们一起宅家乐。